他说我能打过了。没心珠，开心的事情，玩玩游戏，聊天打屁，快订阅下去，谢谢蛋蛋，给你最爱的小旭。几个波浪符，安安，我来小小更累了，波浪符。装子叠起来。双子还没叠起来，还差一。反正等一下会被重置掉啊，直接给他那个下。哎，双子还没满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这边开特歌场，这边的话我是觉得应该不用开蛇夫，直接转就好了。你看一下好了，看一下这个龙科，11420。我知道双子消两组五克以上可以叠两次，知道。Oh no！ 天降！哎，这个真的是天降害死我、啊，真的是天降害死我。爱月魔影片明天才会放。这边我们吃一颗吧，这边开那个含羞草没有用，天降哦，大哥，用个叠珠，看会不会天降？这边八 C， 有，主要是这关卡就是一堆这个仙宫啊，麻烦。
其实奥丁没什么屁用，说真的，好像用不太到。就这样吧。不知道，又吃一颗啊！因为那边就给我天降，不让我洗技能啊，不然那边的话，你要打到一场完美的，就是那个三只小怪那边可以让你洗技能，就是需要一点运气，因为他刚刚天降太多，就直接给你全部三只带走啊，没办法洗技能。不然的话是可以不吃屎的，只是我在那边不吃屎啊，然后我在那边一直回体打，你不如直接吃一颗过去，我觉得比较实在，不要浪费时间啊，时间宝贵啊。